天天重磅现场，实时海量资讯，小伙伴们早上好，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七点准时叫你起床的 Big Bang 来了，我是主持人季阳，这里有新鲜的娱乐八卦资讯，热辣的猛料趣闻，希望能迅速开启你一天的好心情。说起贵圈拼命三娘，就不得不提大幂幂了。今年六月底就进组开始拍《扶摇》，闭关拍摄近五个月，终于快杀青了。这眼瞅着就到年底了，不知道小糯米今年能否和妈妈一起跨年呢？年末将近，娱乐圈明星们的行程也越来越紧张。杨幂前晚参加了一场品牌时尚 party， 在群访环节就说自己参加完 party 就马上回横店拍戏，并且跨年那天也要工作，不能和家人度过。在另一个活动采访中，大幂幂也吐槽了自己工作太忙，欠了很多债，等《扶摇》一拍完就要马上还债。想来大幂幂这么久没见到家人，应该是思念老公和女儿。扶摇拍完，然后就是还债，因为在剧组的时候基本上没请假，所以欠了很多债，然后还债，然后一年都过去了。忙碌到没办法陪女儿的大幂幂，把时间精力都献给了工作和粉丝，经常在微博上撩粉撩得风生水起。但是她在杂志采访中却一脸无辜地说自己其实很被动，她才是被撩的那个哦。而且撩妹而不自知的大幂幂，还是一个爱操心员工大事的亲老板呢。我没有在撩他们，他们想太多了，他们都是他们主动的，我都是很被动的。对对对，我是一个会操心的人吗？是啊，我很操心我身边的同事的一些终身大事啊什么的。有这样为自己操心还帮自己跟爱豆合影的老板，大幂幂身边的工作人员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啊。晒娃狂魔柏芝昨天在 ins 发布了两个宝贝儿子用英文念 rap 的视频，小哥俩穿着校服在车后座来了一段 freestyle， Lucas 表情酷炫，语速超快，还时不时加上了一些小动作，还在换牙期的弟弟则露出小豁牙，时不时看向哥哥也跟着手舞足蹈，两个小帅哥的小奶音合体真的是超萌。痴汉网友们纷纷表示，虽然大家都听不懂这段放学有嘻哈，但是两兄弟的颜值就已经足够赏心悦目了。还有网友感慨着，两个小朋友真的长得非常像爸爸谢霆锋，特别是哥哥 Lucas， 简直就是复制粘贴呀！这家人的美貌基因可以说 real 强大了。娱乐圈女明星的造型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头戏，换个发型都能被大家讨论好几天。昨天古力娜扎在北京机场现身，她穿着嫩黄色卫衣，外搭驼色毛呢大衣，更加衬得她肤白貌美。但是最让人惊喜的是，娜扎的头发这次变回了黑长直，看了一段时间俏皮短发扎，现在看到温婉长发扎回归，还真是又被惊艳了一把。据说娜扎这是为了最近开拍的新剧而特地去接的长发，果然演好就是能任性，无论长发还是短发，娜扎还是大家的小仙女呀。上周《演员的诞生》中，周一围一出场，章子怡就全程迷妹脸，犯花痴加高调表白。明天两人就将重新演绎经典电影《胭脂扣》了。就最新剧照来看，他们的穿衣打扮很有当年梅艳芳、张国荣的味道。那么他们到底能否超越经典呢？这对新 CP 究竟又能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呢？毕竟今天我们就先混剪一段，让你们提前过过瘾。前些天，头条君刚和大家聊过周一围头号粉丝章子怡的花痴行径。昨天，妮莉张娘娘又在微博上公开了一组她和爱豆的剧照。照片中的章子怡身穿旗袍，身材曼妙，气质佳；周一围长袍马褂，身材飞扬，帅炸天。两人观看剧照，超级有 CP 感，往那儿一站就是电影里走出来的佳偶眷侣。再加上两人都长着天生的演员脸，眼角眉梢都是戏，引得头条君和一大波网友疯狂舔屏。正所谓迷戏者也万人迷，除了追星女孩章子怡，每一块肌肉都是戏的周一围最近可是实打实的圈了一大波粉，最大咖的明星粉当属舒淇，可能是看到好姐妹章子怡粉上了这个男演员，舒淇也特地去围观了一下，于是就有了深夜的表白微博。而周一围亲老婆朱丹也晒出自家老公的照片，并隔空表白，蹭了下老公的热度，发了口噎人的狗粮。当然了，粉丝中基数最大的还属五等吃瓜群众，其中有为周一围的演艺事业操碎了心的事业粉，他们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周一围为什么还不红的话题。截止头条君做完这期节目，阅读量已达260万，也有颜粉和演技粉。这帮老铁一边为周一围征服口味挑剔的张女神与有容烟家暗爽，一边心跳跳脸发烫的开补周一围以往的作品，陷入二度迷恋。还有以宋丹丹老师为首的声音粉，你拥有自己的声音这一点特别难，就是你的声音特别有特点，
特别有魅力。不得不说，丹丹老师演太毒了，多少迷妹就是因为周一围自带混响的低音炮掉进坑的。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演技派也不是一日练成的。从小鲜肉到可操可细腻、可狂放不羁、可知性暖男的性格演员，其实周一围走的是一个戏疯子对演技不断追求的极致路线。他为了演好一个角色，跑到监狱去蹲小黑屋，甚至吞洗衣粉。为了演好《少年问道》中的和尚，在拍摄过程中整整4个月不吃肉，完全以僧人的标准要求自己。为了演电影《少年》中的屠夫，就去亲手比划了5头猪。然后观众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带着耳钉痞帅的杀猪人。能和他相媲美的也许只有粉头章子怡了吧。拍《我的父亲母亲》，章子怡在农村体验了2个月，每天喂猪、挖土豆、煎油饼，感受招娣的生活。拍《卧虎藏龙》时，每天后背都青一块紫一块，咬威亚掉得腰红肿又生疼。李安看了恨不得把这辈子的5星好评都给他，直夸他肯学习敢吃苦。不得不说，周一围和章子怡这对惺惺相惜的爱豆和粉头，为角色做准备的事迹可以写2本演员的自我修养了。这才是真正的明明可以靠颜值，却偏偏要靠才华和努力呀。头条君也知道大家都非常期待两位的对戏与合作，于是小手一抖就发福利，给各位带来一段周一围 VS 章子怡的混剪，先饱饱眼福，解解馋。不知各位对头条君的这段视频满意不满意，看了是不是要为我吃、为我狂、为我框框撞大墙？先别着急，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呢。虽然现在两人合作的《胭脂扣》还没有播出，但已经可以预见这将是一段火花四溅、国际级别的对戏，期待指数真正是蹭蹭往上涨啊。那就和头条君一起期待周六晚上腾讯视频大戏开演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。有什么想说的、想聊的，大家可以弹幕刷起来，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一起交流互动。在这里要感谢最大的年轻人兴趣互动社区 QQ 兴趣部落给我们的大力支持，加入 QQ 兴趣部落，让你不再孤单。明天又到周末了，大家好好玩。下周一早7点 ，Big Bang 来了，还是与你不见不散哦，拜拜。